Hello, 我是阿冠，今天要介绍重装战机。重装战机是由哔哩哔哩发行，闪翼工作室研发的手机游戏，是一款融合机甲以及少女元素的创新作品。除了拥有了中日韩知名画师打造的少女角色之外，还融入了少见的机甲元素。玩家将继承养父的事业，在共和战国时佣兵团黑色方舟活跃于大陆三个国家之间。战斗部分采用的是横向卷轴的方式，一场战斗最多可以四位角色参战，也可以随时切换队友。玩家可以触控操作小队进行战略性部署以及行动，根据地形以及兵种结合形成各种战术搭配。除了角色人物是用现今最流行的 2D Life 技术呈现，而游戏中更有上百位战机可供玩家选择，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战机动画以及必杀技。游戏中可以自由组装专属机甲，更有超过400个机甲部位零件，可以随意进行 DIY 组装和养成，打造出近2000万种形态的专属机甲。游戏预计在1月8号正式上市，有兴趣观众再等一天哦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开始了。我们将玩这款游戏叫重装战机。它怎么是横向回合制？我目前在左右控制，有没有？左右。傻姑，快去救老大 ！Boss 得死的！结果是一个横向卷轴游戏。这款游戏是重装战机，那其实，预先注册的人数超过蛮多，大概20-30万以上，甚至更多。然后是我看是一款比较二次元的手机游戏，然后也是在这阵子刚上市。哦，强强的，我怎么没有跳跃之类的？哎，有点像横向的魂斗罗的感觉。那它从测试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了，终于上市了。Mission Claim。那你看人物的部分也是用比较 2D Live 的方式去绘制的。好、哦。伊利西斯感觉就是一个 boss 啊。那语音的部分也是用日文语音的，其实也还蛮有代入感的。这是 boss 吗？还是敌人？哇，这个敌人，这个到了啊！可怜，不知道，我就想讲一个什么？哇！我有没有招式啊？只有这些招式有点无聊哎、欸，算是最近还蛮特别的游戏啦。大招了吗？我等哦。我刚刚学的好鸡巴哎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讲话声音很讨厌。其实意外的风格跟特色还不错。两强要对战了吗？而且它的机甲应该是可以更换的，譬如说武器呀、啊，因为他看他这边有很多的 reload。欸、在干嘛、啊？因为这个，啊 ，reload 了啦，真的 reload 了。来了，遇到了不是敌人的敌人。我们要赶快跑了。黑漆之翼，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什么。快跑！哎呀，痛啊！我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，跟你拼的了！靠腰啊，没打中，浪费。
哎呀呀呀，他也用大招了。欸，战斗有点，是不是要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人物啊，或者是其他技能啊，不然这样。他又给我放大招，妈的！我去集满了没啊？集满，集满了，集满了。成功了吗？干！他这一招大招有点难用。我觉得没死欸。现在玩得出来的就是风格玩法是蛮新鲜的，但是就是可能还要再丰富性多一点。然后等一下应该会去就是可以装备人物啊那些的，这一般都这样子啊。不过就是重点说看他人物是不是可以就是随时切换，然后武器可以变强，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做的。武器です。装备换一下。哇，好酷哦！真的还蛮特别的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换了，换了，我们换了武器啊！我们先看看。啊，换成这个好像有点弱。但他有100发子弹。那大招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齁。Riddle,Riddle。觉得有点玩，像在玩雷电的感觉。看那一招到底在打哪里呀、啊？这主角的，我决定要换一只主角。跟你踢了啦，没害怕的啦。我们可不可以换个武器啊？这个武器弱爆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更换驾驶。然后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更换吗？人物。靠北招募要二只了，机甲还不行吗？其他的可以吗？哈怎么变成这样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好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欸，我们要先回去主厅。好，只有主厅出战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先出战，变成很荒谬的玩法。我们现在变成那个赛车游戏了。
但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炮弹。哦，我跑超快的，我跑超快的。他们根本追不上我啊，有没有？但我觉得一个人的招式只有至少要，譬如说有主炮、副炮啊，我觉得那样的玩法才有乐趣。啊 ，reload 了。你也 reload 了。哎呦，那个是近战类型的，这样可以打到了。看他的大招真的，我怎么试都打不到人呢？闪！我们现在才在一只了，所以也还没有办法更换机师。那至少我们来看一下，他的东西可以再更换了吗？欸，我们换这种好吧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好丑。然后我们看看。这个可以干嘛？这个有用吗？没有差别。好，是刚刚得到的，换这个好不好？啊，攻击变低。换这个啊，整组都换了。我们要玩到一之二，因为不是二之二，因为我想看那个有没有新的人物跟新的大招式这样。哦，别人都为什么那么帅？可以切换呢，我就在期待这个。哎，怎么？我是哪一只啊？啊，所以四只可以了，终于可以切换。但我这只永远都没有办法集满气啊。还有剑盾，好酷！我们得到新的人了。关注一下新的人物。技能呢？啊，当然了。欸，没办法，好，跳回来了。看来是扩充人了。我们还是先暂时
哦，专精哎，攻击增加85哎。哇，防御力大增！好大，太夸张！好啦，那我们直接够了，够了。开始切换，切换才对，完全是漏盾。哇，变跑车了，好酷哦！哇、哦、谁这一招那么强，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啦，如果还更多的未上市游戏或是更多的新手机游戏资讯，我也会再通知大家，也记得要订阅我，我是爱玩搞怪游戏大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